现在所在的区域呢是中央公园的 The Rainbow， 这个区域呢是可以看到最多鸟类的地方。视频呢，很多画面都是使用的这个卡色的200毫米折返镜头。只要看到那个视频背景虚化效果是甜甜圈效果的，那就是用这支镜头来拍摄的。我今天还特地用的是 C 幅的机身，所以200毫米的焦段在那个相机机身上，它就是300毫米的焦段了。在街头使用这个200毫米焦段，其实还是挺吃力的，构图特别的紧凑。建筑都太大了，我们需要站到很远的距离才能把它给卡全了。这个我在上一期视频当中呢也提到了。但是如果去拍摄一些小一点的物体，比如说鸟啊、花啊，或者小一点的景色，哎，这个使用起来就舒服多了。所以在上一次测试这个镜头去拍摄照片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，哎，也许它要更适合拍摄视频。今天一试，果不其然说对了，用它拍视频比拍照片那可就爽太多了。用这个全手动对焦的镜头去拍照片的话，我会觉得超级的吃力，特别的累。但是如果是拍视频的话，那我觉得倒无所谓，因为平时我都是用手动对焦模式去拍摄的，大多数都是 B roll 嘛，很少来拍 A roll，A roll 都是用这个 Pocket 来拍的。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呢，使用这支镜头去拍摄视频的时候，最好还是要加个 ND 滤镜，因为这个镜头它是一个固定光圈，所以整个的曝光全部是通过 ISO 来控制的。那么使用一个可调的 ND 减光滤镜，我觉得要更方便一点。我平时拍摄视频的时候呢，实际上都是会使用 VND 可调滤镜，买 1.5-5档左右的，基本上白天就都可以通用了。那实在不行的话，咱们还可以通过 ISO 和光圈来控制一下嘛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如果你也喜欢旅行和摄影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，我会感受到来自小宇宙另一边的你，我们一起玩摄影吧。如果你想要深度有系统的去学习，欢迎来看看我精心制作的城市行者系列课程，在我的官网和 B 站
都有出售，十几个拍摄案例，详细讲解了从前期的准备到拍摄现场再到后期的整个全过程。这不仅仅是对基础知识的深度讲解，更是分享我在多年来总结的经验和习惯哦。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了。